黄小磊近日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与好朋友樱桃外出游玩时的合影。樱桃在照片中身穿一件低胸紫色吊带，漂亮的锁骨很是显眼，棕色的秀发和白皙的皮肤也很搭，让樱桃看起来更加楚楚动人。四肢纤细的她完全看不出已经40多岁了。而一旁的黄小磊则穿着一件黑绿色衬衫，眼睛上戴着一副金边的大墨镜，再配上精美的五官，御姐气质十足。二人在游玩的时候还曾穿着修身游泳服下过水，然后又上岸。从照片上看，黄小磊秀发凌乱，但却满脸笑容地把食物送到了好友樱桃的嘴边。